给大家看看我开的这辆跑车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路边的美女真漂亮。哇哦！接到报警中心的任务，有一伙歹徒抢劫了银行，我们现在要赶过去抓捕他。不好，歹徒撞倒了一位路人。抢劫银行以及撞倒路人，小伙子你这下惨了，最少5年起步。歹徒已经被我们抓获，现在我要去给车子充电，毕竟我这辆可是新能源汽车。不好，这位骑电动车的女士被车撞了，这件事情我必须管一管。快停车，这也太惨了，货车司机这是没看见还是怎么回事，人都快被压扁了。让大伙说说，这件事情是电动车的错还是货车司机的错呢？小伙子你被逮捕了，先把医药费赔偿了。这其实是一款手机游戏，名字叫警察模拟器2022，我是爱笑游戏，感谢您的观看。